打下去就对了，不要管了怎么打的。空的五个字而已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定改不出来啦。哦天哪，不是吧 ？Yeah。怎么盖啊？怎么盖？每个人啊，好难哦！完蛋了！干，命名都给我出来！你看什么东西？哦不，我才刚脱离那个喇叭，不是啦。怎么盖啦？我是这样盖吗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现在连图片都找不到。Google 也没办法给我答案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啦，刚刚那样子很像，对，所以是这样子才对。啊，你把它盖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题目是一样的？这个人怎么给我出个学术问题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突然这么正经的这个题目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好哲学。你还是比较想念那个性分色的时候。很好，我做的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啊，我应该一格都没有错。好强啊、哦！再来要怎么呈现这是个美好的感谢会员那睡得晚安可以，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我觉得我盖的好可爱哦，我当 building 了。我靠，还有两分钟，弧度好像怪怪的。我觉得我盖的好可爱哦，完美，那么厉害哦！对啊，当然。好哦，水哦，是建筑师哎、欸，把布，你才把布啦，那我们就夸奖你啊。哦，我以为他说，對啊、我以为他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一名建筑师，难道你不承认吗？你说把布本人，把布啊。我在开什么、啊？这次让他这样子好了，还是要改一点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改了一点东西，要放一点小巧思。对，所以希望他的题目是，就是从上一题先开始看，再过来这一题。要有一个步骤的。哎、欸，怎么盖人啊？刚刚是谁放人出来的啊？怎么盖人？装饰类吧，有一个蛋哦。装饰哦，蛋是夫人出来哦，太、嗯、太厉害。没有在杂项，对不起，在杂项类。姜桶，然后一个对对对，然后有很多蛋，就找个村民蛋，咖啡色的。最后没有。最左边吧，最左边，最左边。OK OK， 我看到了。嗯。丢蛋，呜。快点！不要！
Ten seconds. No. 我已经把刚刚缺的那个时间还清了。你太厉害了，你英太厉害了，你英真是。安德哎，小芬。哎。哎。嘿。麦克风啊。嘿嘿嘿。嘿，没有画蛇添足呢。让我偷一些时间啊！偷哦，你偷东西哦，啊！哎、欸，你在偷什么？我也要偷偷偷偷偷！耶！哈哈哈不行，很不好看。好久啊！还好啦，很久啦，很久啦 ，baby。赞赞哦！叫谁 baby？ 小 baby 嘟不嘟不嘟，就很久啦 ，baby 啊！快点呐！我要画蛇添足了。真的盖得很可爱，我还是绕一圈绕场一周给大家看一看，这可爱的小家伙。哎、欸，看我怎么把隔壁的墙壁打破，对不起。哎呦，不不哦，赶快偷看。打破它。盖两个给他。打破它。打破他。好呗。晚上好啊，我忘记开麦。梅伯伯奇跟凯洛。啊！对不起，我来了。干嘛？这在干嘛？太好了，赞赞啊！这个赞赞哦讚讚，这个我也觉得赞赞。哎、欸，我也觉得我做的赞赞，我来了。我觉得我做的超赞赞哎，传神。要有三个赞赞赞，赞赞赞哦。吼、哦，我这个超赞。哦，好赞啊！我盖的跟之前一样。好久啦，又负一期又一期三了。好结束，我结束，我好结束。三伯姐。哦，好了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才盖到第二个哎、欸，给我一秒钟，一秒了，一秒了，好了，你三秒，不错，我喜欢这次的成绩，伯爵，我也是，来、啊、敲敲敲敲，嘿，哎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恐怖哦，好酷哦，啊，啊谁盖的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模一样？怎么跟我刚刚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？怎么跟我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？这个屌，这个屌，这啥、啊？哎、欸，五个字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我忘记这个叫什么。什么系列、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。一个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谁盖这个车没有门啊？叮叮叮！这什么？弹珠，右键。我要怎么猜比较好啊？我要偷看聊天室喽。唔当啊！我在想这个要怎么猜比较好。到底要叫什么？五个字要怎么？
要怎么猜比较好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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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嗨呀！我嗨呀！为什么直接跳到最后面了？中间的歌词很重要哎。等你啊！讲啦。中间的歌词很重要呢，你不能直接跳过啊。甭想了，跳过。直接被逼掉了。好了，随便随便随便。慢不过真的很好，我觉得。我看看我写这个也可以。请看看我猜的。哇！恩智那颗耶！哇！龟龟盖了什么？什么啦？他盖那个灯红眼黑龙。灯红眼黑龙，这绝对看不出来是灯红眼黑龙。绝对看不出来。要怎么看谁猜什么？卡片是不是？这手上是卡片啊。有了，有红眼跟。可以看到是谁盖的。按什么可以按盖？有红眼跟黑龙，好了，红眼黑龙，黑龙，这样猜什么、啊？他会猜什么？真红眼黑龙，魔术切断头，魔术切断头，哦，他头断了啦，哦，哦，对啊，真的变魔术好不好？我的天，你看他变魔术，他把他头切断了，然后这是恶魔、啊。雷神，这是魔术，我们来看一下魔术切断头会盖成什么。魔术切断头！哦哦，哇，好强哦！真的切断头，好帅哦！会是繁星，繁星，好帅哦！好猛哦！天哪，真的把头切断了，这还血？对啊，这有这是有血，有血迹还算魔术吗？他坐在椅子上断头，哎，哎，对耶！他拿个剪刀，哎呦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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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锯子，哎呦！砍头理发师，砍头理发师，不要猜，不然我要猜什么 ？QQ 蔡依林，这是什么？对猪按左键，是没播出的，烂透了！而且我盖的不错啊，我盖的不错，你看左这是滑鼠，哦，滑鼠，左键，左键滑鼠，怎么操？我在想这个是蝌蚪还是什么、欸？哎，哦不，是蝌蚪。智商，我就真的猜不出。猪神的叫黄。那这是、哦、这下面这什么啊？好帅啊！这下面是什么？滑鼠啊。哦。对，猪按左键啊。然后他猜诸神的黄昏是三角，够。他坐在这边在膜拜，原来是黄昏呐、哦。秋哎，秋哎，黄昏在后面啦。诸神的黄昏，哎、欸，盖得很好。算会盖的，你算会盖的了。凌晨你真的会盖、欸。黄昏，但颜色错了。不错不错，我觉得这个诸神的黄昏很屌。猪跟黄昏都可以啦。天之小猪。小猪猪。好厉害啊！第一。快看我盖的，好可爱哇、欸！好可爱啊，翅膀，好可爱哦！为什么有这小小的东西？哎、欸，等下谁按到了？对不起，按太快了，按太快了。对不起，我等我，等我。哦，马上就看到这个很烫的东西，你们能不能先让猪来治愈一下身心呢？想说你这么急。我想说拍他的翅膀，结果拍他的好，然后我 TP， 先不要看大，先不要拿，预备。手上都不要拿那张。没有。抱歉，我直接换手。我滚走。一二三 ，Go 来了。然后题目就是你们看到的什么抽插稻草垂直三小，谁出的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谁？我看一下。不对，等等，是我一叠。你在传什么？这什么？是这一题啊？这是我出的一叠雅美蝶。这题超难的，根本看不懂。然后谁？然后这是龟龟盖的，对，你出一叠雅美蝶，出一叠雅美蝶，然后龟龟盖的，然后龟龟盖这个，然后凌晨猜的，好恶心啊！龟龟真的好恶心，对呀、啊，他这胸口有按钮哎，我要去摸人家的，他的按钮，哇，好变态、啊，我快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没办法看下去了，哎、欸，不要按，不要按了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，我已经，我不是玩，不是玩的，按到纸了，不，不要拿纸，手上不要拿纸，不要拿纸，就是福气，我看到你手上拿，哈哈哈哈哈，都没事、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手不要拿东西，来，好、哦，所以这题是 E D R 美蝶盖完的，乖乖盖的，然后下一题是从这边进去。何入？凌晨猜的，谁出的？这凌晨猜的，超可怕的！这凌晨猜的，我猜到头盔，干！超我的，这谁？你的头好帅啊！哎，为什么会动啊？我靠！这是谁盖的？啊、我脖子是红的，安心盖的，好酷哦！哦，是啊，这个要红石启动，要红石启动它。为什么变双头龙了？我不小心放了一颗。我可以走。哎，装没事，我看到你了。那怎么打掉？哦，有了。换我看你。啊、怎么样嘛？啊、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不想看，不想看。他猜什么？我猜啊，我猜流水香干龙。哇！猜什么？流水香干龙。Oh my god！ 龙头啊！打开下一个这个猜题是谁猜的？看一下。可以右键啦，已经可以按指啦。哎、欸，这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还不错，好漂亮哦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我做的。哎、欸，我盖的流水香干龙。流水香干龙，哪里有龙啊？厉害哦！是龙啊，上面这两个就是龙哦。欸哎、欸，好屌哦！啊，在香干什么？哪里有香干？你说他缠在一起，缠在一起吗？跟蛇在交配一样，他们也是交配。然后怎么会有水？啊，因为是流水，流水，流水香干。他们打炮打得很累，所以头上都在冒汗，所以汗从头上流下来。是龙胶的部分。然后我猜那个出水双头龙。哎、哦欸，可以按了。我本来想猜双头龙。对啦，出水双头龙还蛮像的。OK， 下一位。劲辣巨腿堡，旁边那个汉堡神偷，不是啦，这是肯德基爷爷吧？哪里是？那巨腿堡是麦当劳，那巨腿堡是麦当劳的呢。现在巨腿堡是麦当劳哎，哇！化身天竺盖了一个老爷爷。劲辣巨腿堡水是怎样？这水是干嘛？口渴应该看不出来是劲辣巨腿堡。哦，这是一开始在玩，还在练习。开题是。白人牙膏宝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他白人牙膏，我白人牙膏宝，好酷耶！好酷啊！哇，怎么会有监狱？就白人牙膏的城堡啊！哦，白人牙膏的城堡，没有人吗？那白人在哪里？超难的啦！没有，这是白人牙膏的包装、啊。没有，白人也没牙膏，只有一个宝，而且宝还不像宝。白人牙膏的包装。哦，牙刷的字哦，你猜什么？八世纪监狱。我一直在找监狱的图片，想说搞不好这可以。八世纪监狱是什么东东？你不要把八世跟监狱画出来，就变八世。而且里面有陈哥还要来画。那你知道我猜什么吗？拉和斯基。很像啊，我被奴役的人哦。哇，你进的最近的去哦？可以啊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不要，老大、欸，为什么我手上一直有纸啊？好讨厌啊！你不要滚到啊！用滚轮，不要不要理他，把用滚轮把他移走。好了，下一题哦。好，哦，卡囊。哦不，晚上吹啦，凌晨啊，不行。哎、欸欸，他头是往上的，很好哎、欸，这个。哦啊，他是往上吹哦！我靠，不会，刚才没看出来是往上吹。重点是你们知道我猜什么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盖的？哦，繁星，你又盖的好好。来来看我猜什么？看你猜什么？晚上吹喇叭猜。晚上吹喇叭。耶！天上还有晚上哦。可以，然后该不会是我吧？完了，还没。我做月亮，又做月亮，月亮有月亮，很棒，月亮很可爱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让他跪着吹？你在专业的吹喇叭动作。哈哈，这是我第二个看到吹喇叭。那你猜到猜什么？我猜的一模一样。哇！吹喇叭，是不是？可以。下一个。晚上吹喇叭，哇！你是劈腿吹啊！哇，劈腿啊！这是劈腿吹啊！要这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可以盖这么好、啊？你老婆？一把芭比啊！好猛、yeah. 还可以按他鼻子。晚上吹喇叭，全对耶！全对，我们就只有猜这种奇怪的东西才会特别厉害啊！对啊，内容很棒。
不错不错、啊。没有繁星一人做有衣服了，你们全部都裸体。哈你们到底在裸体什么？起来刷刷牙，你好可爱哦！耶、yeah, ，起来刷刷牙。这眼睛怎么弄的、啊？为什么有一粒在那边？那个是按钮，你中键按按。就是刚刚梅博在玩的那个按钮。对，可爱，起来刷刷牙。所以嘞，哦哦，我拍的。要刷牙，要刷牙，起床要刷牙。好酷、哦，好酷啊！完了，那是什么？完了，那是什么？起床要刷牙，你看有个床啊，有没有牙刷？有没有？牙齿前面那是什么？泡泡啊！对啊，我以为是细菌呢。没看出来吗？我有看出来是泡泡哎、欸。这泡泡是什么？泡泡。可是我不小心猜时间猜错了，对不起。嗯、啊！我睡前了呀！哎呦喂呀！突然变睡前了，糟了。这泡泡好酷哦！下一题。我睡前刷刷牙，厉害。怎么那么普通？这谁盖的？乖乖。这个是咖啡杯哦，喷。龟龟，你的艺术不行了，龟龟。不过应该看得出来在刷牙吧？可以吧？我觉得我盖得很聪明、啊。回来了，哦、为什么？刷刷牙，好强哎！我们回来了耶！你一定不会刚刚你们唱那首歌吧？我刚看就直接想到这首歌啊！果然。哦、天啊天啊！一个晚上吹喇叭，一个妹妹吹喇叭，啊，长好笑。对，我很奇怪，怎么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的，多一个。一个晚上，现在是白天哦，直接重复了。一模一样，哎，他的额头很高哎，他一个一模一样的美女吹喇叭，我大概就盖了一个一样。哎、欸，你没劈腿了？跪，没有，对，就是跪着。这两个都是一起在我后面。所以其实跪着是先盖的，你知道？后来是变劈腿了。欸、真的耶，不一样的风风哦。妹妹吹喇叭。哦天哪！哦天，为什么他喇叭戳出去了？谁盖的啊？那你的喇叭吐出去了。等等，说好的妹妹嘞？太长了。你怎么感觉像个陶土人哪来的？我心里是巨神。他的肩膀有那个肩膀有肌肉呢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肩膀长个肌肉。不可以盖，不可以修。是不是游戏王的大法？破墙穿越技。哦，凌晨你害的。很难。本来可以。他打破这个啊。你妹妹怎么长这样？这应该是最后一题了。自己进得去吗？没了。哦。酷。不错不错。这届的不能播吧？干嘛吹喇叭？哪里错了？只是没有歪啊，没有歪、啊。至少刚才七八个吹喇叭。都是喇叭、欸。前面那个什么潮什么吹什么东西的比较不好吧？对啊，那个真的超难摘的，那难掉吧？说下面这个，我们正下方这个怎么办？正下方。哦耶！大妈，我们会不会因为几个方块而被ban台呢？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做的非常的。哎、欸、，NL 说，哦，生动，说可以，以前更十八加哦，那就没问题了，我想。你不要一直按人家的奶头！哦，我本来没有装按钮，后来想说装按钮看看有谁会去玩。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前面那个灰灰的比较好。那个怎么按那个抽插钮？抽插钮，抽插钮，好酷哦！对对对，把它吸起来、欸！哇，把它吸走了！哎、欸，这样不对，这样怪怪的。哎、欸，好像又对耶，好像也对啦。不是啊，我不是、啊，本来就是才对吧？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前面装的颜色，用别的颜色、欸。你怎么把它自己切断？破掉了，不是有红的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快给它粉红色。我来，好。你在开心什么啊，凌晨？很传神。那等一下这中间这灰灰是怎样？没有，这是活塞。哦，道具哦，天哪、啊！哇、哦，哎、欸，红的拔在里面了。你们还要玩吗？不行了，我要先休息。好，休息吧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
晚安，晚安。拜拜，拜拜，感谢，感谢。他的好厚啊。关台了。嗯。拜拜。拜拜，关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为什么都要做这种事情的这种？没有，我要关台。还不是你爱看，还不是你们。我觉得太多吹喇叭了。是我啊，题目就这样。